Hello，你好，我是 KK。现在我在北京，中国，中国北京。刚好就遇见到一只小鸟，它会说话，看，让你们看看吧。看看是从哪儿停过来，应该从那个前面掉个头，要不人先下来。人先下来，我在那里停。好，不是，你先下来吧，我告诉你。Hello。 刚好就遇见到一只小鸟，它会说话，看你，让你们看看吧。Thank you.
回来了。曹李红。嗯，好，来自哪里呢？我是河北沧州的。河北，啊、嗯，附近这里而已吧。哎，引以为荣了。引以为牛。牛。那、哦、我来自马来西亚。啊、哦。啊、嗯。哈哈哈。流觞曲水。嗯。这位先生在，王府井靠近教堂的地方写字，应该是公靠近公哦教堂的公园写一些字。你的普通话说的挺好。嗯，还好吧。啊。曲水。等一下，你再说一遍。等一下，一下子吧。等你写完了再说一遍吧。好。这是王喜居的蓝体。你练了多久啊？哎呀，几十年。真正写字的时间也就这两年。嗯。最近比较闲，才过来这里写字。对，这两天他是那个闲着没事儿出来。嗯。出来玩的。哎，我也在这里了啊。经常在这里，我第一次，第一次来北京，来这里啊，对，第一次来北京，对，很幸运的遇见刚才那位在吹笛子啊，然后你又在写字，啊那个、对对对，哦，你是在那里给那个吹笛子的啊，录一些、啊、一些影，呀、啊，对对对，行，来，你做这个挺好，啊，这就因为不常来吧，所以才录影一些，是啊，希望说以后可以做一个纪念吧，啊，啊，哎，不错。这也是书法的另一种方式吧？对啊，这是书法的另一种方式。通常人家都写在纸上，对，你是写在地上。这个写在地上的这种书法现在有很多，嗯、啊，有吗？很多中老年人都在地上用水来写。嗯、啊，洗了它马上就没有了。对。啊这种写字的方式就是一种锻炼。觉得这个纸上写的肯定还写的比这个好。嗯，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它就是一个心理的字，啊、你心基本上写的就是自己心里。但这就是跟纸上有不同，它一瞬间就不见了。因为用水吗？他这个写的写，这个字写出来跟纸上的写字差不多的，差不多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他这师傅写字肯定好的。对对对。都是练了很多年吧。练出来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比我们起得您是哪里人呢？湖南的。湖南、嗯、啊，我来自马来西亚，第一次过来这里。啊、嗯，我也是。啊，谢谢。我要来。知圣。一。
好吃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正好是，谢谢，目的是，你这咋？还有第三个，哎呀，哎，这写的字真是不错。今天的时间真的对了，来对了，一下子看到两个才艺。是吧？对对对，这样的才艺在这个写字的人很多，中国大陆有，但是用这种方式应该在马来西亚应该不多，在你们马来西亚不多，在我们这儿很普遍，很普遍。写吧，你写吧。啊，哈哈哈哈哈。那赶紧给我炒起来一下吗？可以吗？赶紧。好的，好的，赶紧啊！好，上气啊！聪明了，对，花在晚上，聪明了。出什么名？在我们一下东阳，他又来采访你。在我们国家这样的模式有很多。这个鼻子怎么做的？海绵。海绵呢？用海绵削一个毛笔的形状，然后插上一根棍儿，把它绑。你写那个天道酬勤。天道酬勤呐。酬勤。你写天道酬勤。名字。啊，写大一点是吧？哎，啊，不写横的，写那就不写。横的是吧？写横的，得这么写。哎，这么写吗？写大字的。天。天。好，过到那儿。这个笔小写的太大了，它不好看。它就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。我给它靠近一点，我可以照。太大了是不是？不还可以吧？不，都还行。不还行。一字千金啊！不是，我是看他的怎么写。酬，天道酬，酬勤。嗯。天道酬勤，勤劳的勤。对。天道酬勤是什么意思？天道就是。就是做人要勤快一点，老天就有给你报仇，给你回报。不要偷吃，可以。好，漂亮。你们的普通话咋说的都这么好呢？普通话就是说不好，不标准，但你才听说懂。说的挺好。挺好。挺不标准，我们是，对，这是中国最不标准的地方。说了。你们能把普通话说成这样，一定当得很快啊。不是干得很快，干得很快，因为是水嘛。太长了。不是这个力好像低一点。不是这个他就要这样，这个他俩要骑着就不好开了。对啊。那能不能干？咱们想听呢。哇，这位先生也不错啊。好，这什么字啊？好。这是草书，也是书画。原来还是一位高手。高手。啊，高手遇见高手也不错啊。高手。先生您贵姓？酬勤。先生您贵姓？写得好。正手。啊，不是写的好，它是两个不同的这个。它是另外一种，对。还是可以嘛。行啊，我们很亲切。来，开心献丑啊！好，还有呢，重庆哎，已经没了。小胡啊，哎呀，
谢谢你啊。小孩子怎么这么客气呢？不是您贵姓？您贵姓？姓吴，姓吴，姓吴啊！我姓袁。要采访啊！啊，要采访啊！明正嘛，明正嘛，明正啊！啊，明正，你也是明正嘛？来，再练一练。来，来来，那个天很难，那个天就要说它漂亮。天很难，还四画四笔画吧？是是是。这个写字它是有两种不同的风格，这是哎天哪，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是用小小的电话叫拍影啦。嗯，当他那个人爱好过一下朝这走来了，都有。是，我都没有了。你也想，你也想抛写书写一下吗？天道酬勤。啊。厉害，真的厉害啊！The bop bop